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oon Dick， 我主要是一名 Pre Wedding 以及 HA Wedding Day 的摄影师。在拍摄之前的几个星期前呢，我们都会和顾客沟通一些要拍摄的一些主题啊，以及场地还有风格之类的。我通常都会建议顾客拍一些 casual wear 啊，可以把一些生活相关的物品啊，以及兴趣啊、爱好一些啊，融入在拍摄当中。通常在拍摄完过后啊，我们都会做一些 photo 的 color editing，还有一些照片的一些亮度啊，我们都会做一些的调整之类的。对我来说，如果这个行业最辛苦的话，就是每次要出外景的时候，要顶着那个大太阳，从11点多、12点多，可能就一直晒到6、7点吧。当拍 HAD 的时候要早起，可能都睡。眠不到，可能3、4个小时就要早起。Yeah.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可以看着那个顾客啊，他们新娘子在出嫁的时候那个幸福的笑容，透过相机里面去看得到那个顾客的笑容的幸福呀， yeah, 每次都能够在心里能够体会得到那一份幸福。虽然在这段期间都不能够出来工作，不能够拍照，应该有两个多三个月吧，但是还是很幸运的了，还是能够出来运动啊，跑跑步，都能够坚持的每个星期都出来跑步2、3天，做些运动，在户外运动下还是蛮舒服的，蛮好的。今天我还约了一个特别嘉宾出来跟我们一起跑步运动运动一下。我真不是来跑步了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没有，我们不能够出来拍婚纱照，不能够拍人，我们就拍鸟吧。我看，拍拍这边的鸟，拍拍这边的花。How long have you been taking wedding photo? 哇，这个我不懂哦。烂了。开始进来我们这边还是从哪里开始是吗？从哪里开始做工还是什么？是从哪边进的是什么还是怎样？对对对，这个应该很难答对。如果靠近的可以算对吗？可以啊。我大概懂，因为以前他还没有在新加坡的时候，我都看过了。真的。所以你看，我有给你们定。1、2、3。对，如果你是回答 Kenny 可能就对了。哇，12年哦，还是你的12年。哇，佩文你最准。哇哦。哇哦，果然佩文是他第一组拍的是吗？你写几年？11。哦。OK， 下一题。那你对公司的男同事怎么了解呢？没有，是男的呀。他是他第一组拍的啊。我猜的。佩文才，文丽姐可以不可以给我拍一下写真？不是哦，我连拍人都了解。Okay, yes, yeah. What is a signature photography style? 你觉得？这个要怎样用文字来写？不懂哎。你自己的摄影的风格。1、2、3，朦朦胧胧啊！朦朦胧胧，谢谢吧。我朦朦胧胧。You what？ 他想要拍裸照。无
零食蜜饯，我打出去。哇哇，零食蜜饯。Freestyle， 哇哦 ！Freestyle，Freestyle， 美昂，来 ，You 美昂。等等等，哎，你不要这样改答案了、啊，我们懂哦。没有啦，我就讲错了啦。你是不是去 search Google 称啊？再来就好了，都对啦，都对啦，啊，都对啦，哦。是啦，像我都懵了。不用说了，先想喜欢拍裸照哦。先你拿你的答案再看多一次。我跟你讲哈，你看裸照，你看他写什么？证明你是拍的第一组裸照，应该是跟谁拍的？随行，讲一样东西，很多人喜欢他的。Oh, OK。哦，他的优点啊，他的一样优点啊。是，对。就对错了啦，哦。要看 Boon Dick 写的 answer 是什么啊 ？Boon Dick， 你觉得？当然是全部都对了，对吗？哎，没有，还没有开声音，歌没有开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随性随性什么都可以啊，随性但不随便啊，还有黄腔呢，啊也是有啦，还有黄腔是第二啊，那不第一耶 ，OK OK 第四题 ，OK 没有跟工作有关的哈，没有跟工作有关啊，这个我一定哈，我写了应该没有人会跟我一样的。不跟工作有关，没有跟工作有关的，这是闲聊。一二三，没有关的。Video call family 是 biscuit， video call family 走走看看。Biscuit banana 都有。下面是走走看看，门迪哥哥。走来走去的看哦，然后去另外，然后那个主二楼，一楼、二楼、三楼乱乱走啊。啊，巡逻一下啦，看一下，看一下我们。你 video call 啦， video call 给我老婆也是。啊，还有香蕉也是嘞。老婆，还有讲老婆啊，还有吃饼干呢，要夹。要嘞，吃香蕉，买香蕉，饼干也是。太多了。所以你看今天穿的是香蕉衣耶。嗯。对，差不多了，我要去跑步了。最后一题啊。人哦，这个那是刚刚讲，外面的要算吗？对啊，还是讲几个孩子，几个孩子 ？OK， 一二三。哎，Jimmy， you're the only one. Four plus one. 阿爸你，另外你有几个孩子哎？嗯，现在哎 ，four plus one， 老婆不算哈。老婆也是算在我的大孩子里面。没有，是讲孩子。哎，我对了。Hello， 对对，打方式的 OK。啊，不要再生太多了啊！我们就有一个了。